你们干什么呀？乌来府上白事，镇上所有店铺一律停业七天。停业七天？那让我们怎么活呀？怎么没法活啊？你的作坊还不是谷家的？走，走。 停着停着！怎么了？我们谷家从来都是积德行善，看着你们这些穷人可怜，可怎么就没有人可怜可怜我们谷家呀？不告诉你们，有人可欺负到我们谷家头上了。我也知道，这个人啊，说不定就在你们这些人当中。那我就把话放在这儿，我们谷家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。 大家都听好了，谷家昨晚出了事情，谷家的事呢，就是咱们全赤水河镇的事。所以从今天起，全镇禁止赌钱饮酒，禁止打情骂俏，禁止说书唱戏，外来人一定要有人担保，否则，哼，别怪我们不客气。 乡亲，我谷家久居赤水镇，虽不及尧舜和大禹之功德，可也是产业颇丰。为了报答全镇父老乡亲的福祉，虽冬舍棉，夏舍单，二八月开粥厂。 然则树大招风，昨日青龙寨土匪夜袭我谷家，掠取钱粮无数。本来嘛，这钱财乃是身外之物，就由他去了。可无奈这山匪却穷凶极恶。
要轻薄我家少奶奶，朕爹爹宁为保清白，别无他法，只有悬梁自尽。吾家遭此不幸，必要严查，以防土匪再来袭。不想耽误了各位施粥，还望你们多加担待。 多加担待，好了好了，我们老爷大发善心，啊，今天的施粥照旧，每人啊，披麻戴孝，念往生咒后，施粥一碗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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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肉，正美，我们的药已经不多了，有几个伤员的伤口已经感染了，如果断药的话恐怕会有些危险。我知道了，继续观察。是。赵队长，我们特遣支队是突然接到命令来到赤水河地区的，同志们这几天急行军，加上打了几场遭遇战，现在我们的子弹、粮食和药品都已经不多了。更重要的是，很多同志对这次任务还不了解，我建议开个动员会，一是跟大家讲清楚我们这次行动的目的，传达上级的精神；二是研究下一步工作方向，争取尽快在赤水河地区站稳脚跟，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首长的安全。欧阳政委，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，那现在就开会。好。子谦，给我泡壶好茶。今儿啊，我要好好的品品。是二太太。二太太。念。为人自当笑梦长，富甲天下逍遥王。不觉花落逐水去，人意犹照旧寒塘。哎，太太，这上面好像是夸我们谷家富足仁义。为人富家，蠢材，竖着念。为富不仁，这，老爷呢？在佛堂呢。把这给他送过去。他说了。不让人去打扰，就说是我让送的。去吧。这还愣着干什么？我这就去。